谢谢大家，掌声欢迎新我们校长跟我们讲一下好不好？好了，我们掌声欢迎新我们校长跟我们讲一下好不好？会长，还有各位主任、各位老师、各位小朋友，大家早！今天很高兴，将又要听到很多同学这优美的歌声，就要在今天的会场里面。 依然呈现出来啊！昨天我们高年级的同学已经就先办了这个比赛，就是在场中同学很热烈。那昨天我也勉励的所有的同学，今天一样要勉励所有的同学。就像会长刚刚讲的，喜欢唱歌的小朋友很多，我想每一个小朋友都会唱。我想每一个都不管你在家里唱，在学校唱，在什么地方。 这个都会想去唱，唱歌没有说唱好，天不好天都喜欢唱，不喜欢唱是最重要。然后我们希望每一个小朋友，随时大家愉快的时候、高兴的时候，包括歌声来表达你的心情。也许你有时候不高兴或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也可以借着歌声来疏解，抒发每一个心情。总之呢。 我们今天的这个比赛，今年是第二届，去年第一届，我们要感谢家长会，这个会长以及所有的委员，这个努力相助，今年呢，这个预算的经费让我们购买了这一套卡拉 OK 比赛的一个伴唱机，也感谢家长委员会的支持，那希望借这个机会，让我们所有参加的同学能好好发挥。那么今年。 去年跟今年都没有上台的同学，没有参加报名参加的同学，校长希望你往后还有几年的时间，希望小朋友好好的把握机位。就像我昨天也讲，只要你敢上台，就成功一半。因为你有那个勇气，那个胆识，站到这个台上来唱歌给大家听。这个对你来讲，这个成功一半。那希望以后。 更多同学能把握这个机会来参加比赛。那最后向各位祝我们今天的比赛顺利成功，谢谢。好，我们谢谢校长给我们的鼓励。好，我们比赛准备即将要开始啊，我们老师。